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咱的中间做伙来分享上帝话。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做伙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咱啊圣经伫咱的手头，咱继续安尼来掀开。咱咧读创世纪第四章，咱就爱知创世纪第三章结束的时，就是咧记载亚当甲夏娃因为因犯罪，互上帝赶离开爱丁园以外。当时因来互上帝咒诅，因咒诅就是爱温困、辛辛苦，然后做事，就是因犯罪了后的代价。进入到创世纪第四章了后，这个上主要的故事就是咧记载亚当甲夏娃因下一代子子犯罪的事件。所以会使咧讲，创世纪第三章是咧记载爱丁园内面犯罪的故事。创世纪第四章是咧记载爱丁园外口犯罪的故事。一开始，咱做伙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圣经一开始甲咱讲，迄个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这个所在有一句话，值得咱来注意，就是同房这个字。事实上，中文这个所在译作同房的动词，其实毋是咧讲性的行为。在希伯来语，这个所在的同房，就是咱中文所讲的认白。所以，咱啊这个所在用白话啊，搁较白的话，直接来译，就是咧讲亚当认白夏娃。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讲值得咱现代社会来反省的一个观点。因为现代社会对性的态度非常的开放，特别一挂少年人，因为网络真方便，所以到来有真侪人有所谓的这个一夜情这款的经验。这款一夜情、这款性的经验，追求的是一时身体刺激的满足。但是咱来看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性的教示，完全无同款。就是如果一个查甫人甲一个查某人，因要有性的关系，有要同房，这款的关系要建立伫一款真亲密的认白的顶面。安尼，咱就会当进一步来讲，查甫人甲查某人就必须要先有认白，亲密的认白，彼此的微信。才通来进入婚姻，才通来进入迄个性的关系。所以，两性的关系无应该是短短的关系，无应该是追求身体刺激的关系，乃是一款久长时间的认白。所以，伫迄个性的关系进程爱有认白，伫迄个性的关系中间也建立彼此的认白。这就是圣经对两性关系一款的教导，所以认白表达的是一款亲密的关系，两个人需要久长的经营，才有可能通来认白。我想这款的认白，这款对的这款性的理解，我想对特别对今仔日的少年人有真深的启发性。圣经继续甲咱讲，讲亚当夏娃同房了后，夏娃就怀孕。伫旧约中间，认为妇人会当怀孕生囝，这完全拢是上帝的帮助。反倒转，妇女若无法度怀孕，因会认为讲这是上帝的作为，甚至这是上帝的咒诅。伫希伯来语内面讲，这个妇人人未怀孕。无拄拄是咧讲一个妇人人，伊个身体有啥物欠缺个所在。伫迄边来讲，描写一个妇人人未无法度怀孕，圣经个话一定是安尼讲，讲上帝甲伊个子宫甲锁起来，讲上帝甲查某人个子宫甲锁起来，所以妇人人就无法度怀孕。反倒当一个无法度怀孕个妇人人后尾伊会当怀孕。圣经会讲一句话，讲上帝将伊的子宫甲拍开。夏娃怀孕的时，伊讲一句话，讲我对耶和华庇佑得着囝。和合本的圣经讲，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其实这句话的希伯来语原文不是真清楚，有无同，有足侪无同款的理解的方式。除了伫和合本这款的理解，或者是台语汉字本这款的理解以外，其实也有一款的翻译，会当读作：我亲像耶和华同款创造一个囝。真侪学者感觉讲，我拄仔所读的最后一款的读法，有可能搁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因为咱知影，第四章是延续第三章亚当夏娃伫爱丁园犯罪的故事。咱知影，伫第三章内面，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动机，就是因要处伫甲上帝同款平等的这个地位，要甲上帝拥有同款平等的一个权柄。所以夏娃离开爱丁园了后，伊感觉伊犹原会当像上帝同款创造生命。上帝会当创造生命，我夏娃我查某人犹原会当创造生命，所以伊就发言了后就讲，我亲像耶和华同款会当做一个囝。所以若对这个角度来讲，咱就知检采夏娃已经对爱丁园去用赶开，爱承受迄个咒诅。但是伊心内的罪恶并无减少，伊强调伊家己都亲像上帝同款拥有迄个创造的权力，伊亲像要大声伫遐宣告讲：看啊，上帝会，我嘛会。夏娃生两个囝，大囝叫该隐，第二个后生叫做亚伯。伫希伯来语中间，该隐的意思就是得着，亚伯的意思就是一口气。所以这两个人的名的意思，其实就反映伊一世人的日子。该隐伊一世人就是一直要得着，一直要得着。亚伯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伊的日子非常的短。圣经讲亚伯是各样的，该隐是一个做田的。亚伯甲该隐拢处伫因这个工课了后，因所得到的一部分。献做献予上帝做礼物。圣经甲咱讲上帝喜欢亚伯所献的，无喜欢该隐所献的。但是咱要问一个问题：同款平平拢是奉献，为什么上帝喜欢一个，无欢喜另外一个？我伫神学院的时候，老师甲阮讲，就足简单的啊，就上帝食草的嘛，所以这个献羊的，就上帝就欢喜啊。该隐就戆戆，唔知影上帝食草献菜，当然上帝无爱啦吼。这是开玩笑的话，唔是安尼来理解。有诶学者用这个人类这个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解说，讲人类文明对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是对这个游牧民族游牧的生活进入到这个农业的生活。所以亚伯就是代表这个游牧民族的生活的方式，该隐就是代表这个农业的生活的方式。这两款生活的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间，常常伫发生冲突，因为因拢感觉因家己所代表的这个方式，的确是上好的。但是咱看圣经的这个记载，这个上下文。咱无法度得到这款的结论，就是圣经的作者是要来遮处理到底是各样的较好，还是做田的较好。所以这款的观点咱无要接受。刚才咱会当进一步通过经文来找出可能的答案。还先圣经甲咱讲各样的阿伯，伊所献的是头一胎所生的羊，甲羊的油。该阮所献的是田里所出产的作物。咱先问一个问题：咱知影伫中东这个较大所，甚至是沙漠的所在，种田的该阮一年会当奉献几届？我想咱中间可能过去有一寡做田的经验，比较较大所的所在，一年会当收几届？我想一年收一届已经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若照因来看，该阮一年奉献一届。该阮一年奉献一届，我安尼反倒转来问，阿伯伊是饲羊的，咱中间敢有人咧饲羊，敢有人咧卖羊奶？我的教会有一个长老捌饲过羊，伊
捌掠无人送伊一只羊，咧饲伫因兜迄个透天厝楼顶吼，啊，逐天爱去迄个运动埕割草去饲羊吼。伊甲我讲，讲羊仔囝吼，若摕来，若开始饲了后吼，讲差不多一年了后，羊仔就会开始搁交配吼，搁会当搁生啊细只羊仔。所以有可能阿伯伊开始顾羊了后，第二年开始，伊一年安怎会当献几哪摆？因为每一只羊拢会通阁继续伫遐阁生细只羊，所以若照即个量来看，该阮一年通献一摆，但是阿伯一年会通献几哪摆？所以有学者讲，所以就是因为阿伯啊，即个奉献的即个次数甲数量较侪。啊，该阮较少，所以上帝就喜爱阿伯个。即款个解释敢符合理？我想无合理，因为咱个上帝无可能因为咱所献个多甲少来决定伊要喜爱多还是讨厌少个。我想即款啊，毋是咱所理解个上帝。但是咱来继续看圣经个作者伫遐描写该阮甲阿伯个奉献个时阵。其实迄个字眼无相像，咱来看，作者咧讲阿伯所献的是啥物？讲是所有的羊群的内面头一体所生的这个羊仔囝，但是伊无讲该阮所献的是毋是产于这个初熟的果子。毋那是安尼，圣经阁甲咱讲，讲阿伯所献的。伊毋那是即个头一体所生的羊献了上帝，阿伯也犹原将羊的油献了上帝，就是羊的脂肪。照犹太人的惯例，羊的油是咧指一只羊上肥的部分，即、这个上肥的部分一般拢是要摕来献祭，啊，一般人是无咧食。所以作者就通过这款无同款的表达，暗示阿伯之所以得到上帝的喜爱，是因为伊上好的献乎上帝，所以上帝就欢喜。所以咱就知两个兄弟拢献祭，却带来无同款的结果。迄、那个理由毋是讲因献的物件无同款啊，所以上帝就喜爱，也是讨厌。嘛，毋是因所献的数量无同款，所以上帝就喜爱，也是讨厌。迄、那个上关键的因素，乃是这两个奉献的人因的态度、因的品格。咱看到，该阮的献祭无得到上帝接纳了后，伊有两个反应。第四章第五节讲，伊对上帝生气；第四章第八节记载讲，伊对阿伯生气。所以这两次的生气，就让咱看起，该阮的人格其实是无成熟，其实是无健康的。一个人格无成熟、无健康的人，这种人一个上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因无法度对家己的过失来反省。这种无成熟人格的人，因拄到困难、拄到这个挫折，因干那会通反省别人。其他指责别人的不对，拢感觉讲家己啊的失措是一款的委屈，拢是别人造成的，甲家己拢无关系。其实，咱若继续阁想，拄仔咱所讲的，其实只不过拢是一款的可能性的理解。因为伫这章内面，圣经其实无真清楚甲咱讲，为什么阿伯甲该隐的罪孽。一个得到接纳，另外一个无得到接纳。但是咱来了解，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伊无甲咱得真清楚，安尼真直接伫遮做解说？一个真重要的理由，就是圣经的作者要予咱了解上帝的主权。伫第三章内面，亚当甲夏娃决定因是毋是要顺服上帝。啊，伫这章内面。是上帝来选择伊要接纳倒一个人民。上帝伊有家己的主权，伊有家己的旨意。上帝伊家己的选择是就是伊家己主权的彰显。
这种信仰的观念在旧约里面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3:19，上帝他自己很清楚这样说，说我要恩待什么人，我就恩待什么人，我要怜悯什么人，我就怜悯什么人。上帝免跟人交代他为什么要做那个要做这个，他要接纳那个不要接纳那个。但是整体来说，对第四章我们能了解，现在的人的态度好还是坏，就是那个决定啊，这个以后来命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该问的罪名无得到上帝接纳，第四章第五节安尼讲，讲该问就大大生气，吼，讲大大生气来变面，还是讲变面大生气，啊，真趣味的。这个所在咱拄啊。在这个啊，比如讲，咱啊，即段迄句话啊，这个中文圣经和合本讲，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所在变了脸色，其实伫原文咧讲安怎？原文啊，直接也是讲，该阮的面落伫涂骹哦，该阮的面落伫涂骹。讲一个人若生气，该阮的面落伫涂骹。咱继续来跳第七节。咱来看上帝安怎回应该阮的话，该阮生气，上帝安怎甲回应？上帝讲：你若行好，敢无得到感恩？你若行好，敢无得到感恩？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所在悦纳，其实伫原这个希伯来语就是安怎，就是雅观。就是抬高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一个很趣味的这个文学的对比。上帝意思是说，如果你如果走了好，你的面就躺在我的面前怎样压悬好。但是圣经刚才跟我们说，说该阮的面怎样落下来，落在土脚。所以如果照这样来看，圣经的作者没有跟我们解说讲，为什么上帝无选择该阮的罪名？但是圣经的作者用这种文学的技巧，甲咱讲，讲该阮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怎，伊行了无好。好，因为上帝讲，你若行得好，你若有行好，所以表示安怎，该阮无行好。什么叫做该阮无行好？照上下文有两款可能性。头一款可能性是咧讲，既然该阮进前现在的态度唔好，伊所做的行为无好，所以那是该阮伊那有这个悔改，安尼伊就会当安怎得到接纳，所以伊的面就会当伫上帝面前仰观。第二款的可能性是讲，该阮你以后会使来改进。安尼，你以后就会当伫上帝面前，甲你的面压悬。所以上帝讲，你无行好，是咧讲进前伊无为着伊的罪来反省。伊无行好，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咧讲，伊对将来吼的改进，伊无去做。所以其实对整个的故事，咱就知，该阮一开始无伫现实的代志顶面认真。所以伊伫上帝面前，伊个面就落落来。后来该阮伊也无改进伊个行为，所以伊个面犹原伫上帝面前也是无法度加悬。因为咱知后来该阮无改进家己个行为，伊反倒转安怎，甲伊个兄弟阿伯甲抬死，直到伊永远就无法度伫上帝面前甲头举起来，就是伊永远伫上帝面前就无法度得到感恩。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人犯罪的确就是人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的。在埃德园里面，阿东和夏娃，因选择无要听上帝的命令，地到来得罪上帝来犯罪。在埃德园的外口，该阮伊决定无要听上帝提醒，上帝甲提醒讲，你若行得好，敢无得到感恩吗？所以，伊就决定要去犯罪。
在爱丁园的内面，当亚当夏娃犯罪时，虽然亚当夏娃啊，因安尼彼此伫遐，这个伫遐推卸责任，但是至少安怎，亚当有讲老实话。但是咱来看该隐，该隐犯罪了后，安怎面对上帝的这个疑问？咱来看第四章第九节，上帝问讲：你的兄弟阿伯伫叨落？该隐讲一个白贼来回应。该隐讲：我唔知。当然，咱拢相信上帝是全能全知的上帝，伊才有可能唔知阿伯去用杀死。咱敢会记哩？拄啊伫讲到一开始的所在，咱读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咱讲到讲亚当认捌夏娃，这个所在咱读到啥？读到该隐无认捌阿伯，所以伫一开始亚当认捌夏娃，人的关系是真亲密的，迄个关系是非常的好。但是，真后有这个犯罪事件了后，安怎？该隐就唔捌阿伯，所以迄个人的关系就疏远。所以咱就看见，迄个罪的发生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甲人的关系得到破坏，人甲人的关系就疏远、疏开去。该隐唔呐讲白贼。伊进一步阁提出上帝的问题，该问讲我敢是固守我的小弟的吗？讲我敢是固守我的兄弟的吗？为什么这句话我讲有这个提出的意思？该问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本来就是你爱做的啊。安怎讲？因为固守之字，固守之字。那用伫古约内面，那是用伫上帝时，是咧讲上帝伊有固守以色列人的责任。所以该隐的意思是讲，固守，迄是你的责任，你太来问我咧。所以咱讲这句话，其实是真无客气的回应。另外一方面，固守之字用伫人的时，是咧讲这个牧羊人各样的。因咧固守因的羊群，咱知影，这个阿伯是各样的，所以伊来固守伊的羊。总是该问伊的职业是啥？伊是做田的，做田的敢着固守，做田的无用固守之字。所以该问回应上帝讲：我敢是咧固守我的小弟的吗？意思是啥？这都唔是我的责任啦。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咱看到该隐的心真硬。上帝他会知影有犯罪的代志发生。上帝讲你兄弟的火有啥对对你，我来哀求。各位兄弟姊妹，上帝听到的不是人哀求的声，上帝听到的是火的声。唔知咱大家有注意到无？咱对第四章第一节读到遮，咱读到一个真完整的故事，有足侪无共款的主角，但是咱到今为止拢无听到阿伯讲话，有无？其实应该讲阿伯伫规本圣经内面拢无讲话就互杀死。阿伯无讲话，但是阿伯的火讲话。阿伯的火有出声，阿伯的火底下哀求讲，底下上帝哀求。伫希伯来语这款的表达，敢若参像是咧表达一款真激烈，安尼真痛苦的哀求。底下日日夜夜底下喊话讲，请你为我报仇，请你为我报仇。最后圣经讲。讲地就开了，就开，然后将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款的描写，的一幅图。因为迄个时的人认为讲，这个地的下骹就是阴间，
阴间就是人死了后要去的所在，所以作者就把阴间这个描写做一只这个怪兽，一只动物啊，这个开嘴要把人吃去。咱拄拄啊有讲，讲人犯罪是人家己的决定，家己就爱为着家己的行为来负责。但是咱无法度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通常人伫犯罪以前，上帝拢会对咱来启示犯罪了后的结果是人无法度所来承受的。最后，咱来看上帝对该隐的提醒。咱来看第七节的后半段，上帝讲：“讲最近埋伏伫门下口，伊要乱无你，你要管辖伊。”创世纪的作者伫遮形容罪恶，就亲像野兽、动物、狮、虎、豹，就秘伫迄个所在。然后即个比伊较细的一个动物经过，然后就安忽然间跳出来，然后把遮个物件食去。这其实非常生动的一个譬如。上帝意思是讲，如果咱若做一个错误的决定，行了无应该去行的方向。表面上遐看来，敢若有一个门，但是迄个门家口有一个大野兽就趴伫遐。这个真可怕的野兽，这只狮啊、虎啊、豹好，那是趴伫遐，伊个会安怎？伊个会乱无人。这是什么意思？乱无就是拄后壁迄句话所讲的控制。所以罪恶会乱无人，就是罪恶要控制人。所以这是咧讲，迄只罪恶的大野兽，那是要甲你食去，要甲你食去以前，伊会先甲你控制。意思就是讲，罪恶要毁灭人之前，伊会先控制人，就是控制人搁去犯罪。所以上帝就是提醒该隐，面对这只埋伏伫门下口的这个大野兽，你应该是去控制伊。不是让他控制。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就赏赐该隐一个机会来做决定。他会通做一个决定，一个好的决定，就是他将来改变他的行为，他献更好的一个献祭，让上帝欢喜，让他的面在上帝面前得到压冠。但是可惜，该隐无想要改变，他犹原选择要来犯罪，就是杀甲伊个兄弟杀死。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读个经文是一段悲剧，但是伊真清楚来描写人犯罪进程、甲犯罪了后迄个情形、甲结果。的确，人会予罪来压制。表面上来看，人既然若予罪恶来控制，人去犯罪，敢若是讲人犯罪是不得已的结果。如果人犯罪是不得已的结果，安尼人无需要，嘛无法度为着家己的行为来负责。有人是这款的看法，但是唔通袂记哩。咱拄仔有讲到，伫人被罪恶压制之前，上帝赏赐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你会当决定你要往倒，你要往倒边行，或者是你要往正边行。你会使决定你要予罪恶来压制，或者是你要压制罪恶。伫信仰内面，保罗对伫罪恶个影响，伊嘛有真深个体会。对保罗来讲，伊认为人无可能要靠家己个毅力安尼去处理罪恶个问题，总是罪恶来要安怎？真趣味，保罗无甲咱讲，咱就安尼拳头顶咧，安尼甲罪恶来拼。咱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有短短一句话安怎讲？保罗讲离开淫乱，哦，中文和合本译作安怎？远避淫行。迄、那个离开，啊、哦，也是讲迄个远避，迄是非常生动的一个动词。你讲安怎？讲看到罪恶来啊，你就爱做一件代志，紧选啦，紧走啦，你唔通想讲你有法度处理罪恶。
用更加白话来讲，就是看到门口口一只野兽已经伫遐，唔通想要去甲伊拼命，爱紧走，爱紧走。有真侪人对着家己有真大的信心，伊感觉讲，虽然我信主，有主甲我相佮同在，我会通来面对这个罪恶的问题。所以头家叫伊去酒店，哦，去酒店陪人客伫遐应酬。拢讲，哦，我去酒店，哦，我拢坐伫遐啉果汁，哦，我袂啉酒，也袂共摸，也袂共看。我感觉我做一个查甫人，我真正唔敢讲，我来入去迄个所在，我有遐强的意志力吼。所以面对这种有可能地到犯罪引诱，咱唔通想讲咱有气力要去拼，咱应该安怎离开迄个所在？我想，这就是咱面对迄个罪恶。开始，也是讲罪恶要发生之前，咱爱为着家己的行为来负责，因为咱就已经知犯罪了后的结果，咱根本就无可能付迄个代价。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父上帝，阮必须爱真诚实伫遮来讲，生活伫即个真复杂的社会。阮每一日拢在面对罪恶乱无阮的问题，就是罪恶要甲阮控制。有时阵，阮的确的境界，罪恶就趴伫阮的门下口。阮真清楚罪恶要乱无阮，要控制阮。但是，嘛有真侪时阵，阮根本就无法度知影罪恶就伫阮的身躯边，直到阮对罪的乱无根本就无法度来防备。那是安尼。最侪时阵，检察官已经知影有罪恶的存在，阮也是无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阮常常也阁会屈服伫需要的下面。所以伫这个时阵，阮要恳求圣神的同在甲祝福。当阮每一日拄到每一个应该爱做判断的时，阮要恳求上帝的神，就伫阮的内面甲阮驾驶。上帝的神在我的内面，甚至把我们鞭打，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让我们通过你的话，我们知道你的命令和驾驶，然后我们能做出让你欢喜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决定，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让我们的头压悬的决定。求主你来帮助和怜悯，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